这一次树库一样要把耳机送给粉丝，只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就有机会获得这款超美的玫瑰金耳机哦。我是新登场的琪琪，欢迎来到树库三 C 团。那先前一直有观众一直敲碗期待我的开箱，那今天呢就由我来帮大家开箱一款非常有名的耳机改款，而且它的配色是玫瑰金，那它就是 Palmus Grow Plus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吧。这就是里面的东西，那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它的盒装开盒式的设计，那它是磁吸式的。那当初五块给我的时候，我还想说它干嘛给我一个充电盒，然后没想到耳机是在里面。OK， 再来是耳机的本体，那它的边框是属于有玫瑰金的配色，然后还有一个 micro USB 的充电线一条，以及它的里面有一包耳塞，那里面有三副不同的 size， 以及它的无线充电底座 ，OK， 然后还有一本不用看的说明书。先来介绍一下它的外观，它的外观承袭了原本很有特色的卷轴式的充电盒设计，然后呢，在质感上面它采用了皮革的材质，有三款不同的配色，分别是数位黑、宁静黑以及现在我手上这款少女心爆发的玫瑰金配色。再来是它粉金色的外观呢，不管是你放在包包或者是化妆品都很搭，因为它其实本身看起来就像一个口红的外盒，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，现在很多网美不是在开箱嘛，放在旁边摆拍其实也蛮有质感的。那它的充电孔呢，就在卷轴的侧边，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以及充电盒本身除了有充电线之外呢，它还有附上一个无线的充电配件，长这样子。那我们可以直接就是对着这个孔，然后直接插上去，就可以放在那个无线充电盘上进行充电，像这样。耳机的本体呢，它是采用双色的配色，像我手上这一款配色充电盒部分就是采用白色跟玫瑰金下去做搭配。那它耳机本身呢是整体是非常小的，佩戴给大家看一下，像这样子。规格方面呢 ，Palmus Grow Plus 采用蓝牙 5.0， 使用高通 QCC3020 晶片，高通大法好，能够分开左右耳机独立连线使用，支援 SBC、AAC 还有 APTX， 具备 CVC 通话降噪技术，拥有 IP X6 的防水系数，耳机单次使用最长可以高达6个小时，这边的6个小时是你可以连续听音乐，或者是连续6个小时通电话都可以哦。充电盒还可以额外提供3次的充电，整体算下来约有24小时的续航力。顺带一提，前面有说到这款是升级改款，晶片从瑞昱改成高通，使用了全新优化的天线设计，提升了连线的品质，还有续航力从过去的 3.5 小时提升到前面说的单次6小时的时间。充电盒也从原本提供只有2次的充电，现在可以提供到3次的充电。佩戴体验的部分呢， Palmus Grow Plus 使用的是入耳式的设计，为了有更好的舒适度，两耳耳塞 size 一定要好好挑选哦。像我本身的话，我自己是使用最小的 size。耳机的本体在触控区也做了类似皮革的巧思，重量仅仅只有5克，那长期使用下来呢，也不会有疲劳或者是不舒适的感觉。那相较于豆芽设计的耳机，小圆豆是更加简约的，而且对于有习惯佩戴耳环的人呢，像我像这样子简约的设计呢，才不会有去抢耳环的风采。那玫瑰金配色上面其实也有衬托加分的作用哦。触控设计让它的操作非常的轻松，要稍微注意的地方是因为它的本体是小小的，所以佩戴的时候比较有机会会去碰触到，点击一下是播放、暂停或者是接听电话，点击两下为切换歌曲或者是挂断电话。这次改款新加入了长按可调整音量的触控功能。在音质表现方面呢，它在 APTX 的加持下，让它的声音很饱满。在细节的表现上面呢，它能够让更多的背景乐器被呈现出来。Palmus Grow Plus
整体走的是人生的中频与中高频的表现。人生饱满却不靠前，能够感受到歌手的口齿嘴型，听着都不自觉想跟着唱的。中高频的乐器都有好好的被表现出来，中高频走的是偏向一个像铁三角的味道，小名或许可以叫小铁。试听的话，用千本音这首歌呢，里面的乐器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千本音是什么？而它的低频则是走一个陪衬的感觉，低频不浓郁却有很好的 Q 度。除此之外呢，这款耳机的定位感非常好，唯一小可惜的地方是一般的蓝牙耳机在音场上的表现真的有限。延迟表现方面呢，套用阿贵一句老话，延迟上就是 5.0 该有的表现。不过我自己本身听起来感觉会有约莫一个字的延迟，不过平常自己看影片的话是不会那么认真的对嘴型啦。而在游戏上面呢，老样子音乐类的或者是射击类的会比较明显，其他游戏在延迟表现方面呢就感觉不太出来。通话的部分呢，高通的 CVC 降噪真的很厉害，通话测试中人声很清楚，背景的声音都有确实被抑制，其中低频的环境音抑制的表现更好。而像是拍手之类的噪音呢，虽然稍微抑制的效果有小了一点，不过也不影响讲话的声音。原本我还担心圆豆的设计呢会影响收音的降噪功能，那看来是白担心一场。这边跟大家做一下总结， Palm Scroll Plus 拥有少女心玫瑰金的外观以及小巧轻盈的耳机本体，高通 QCC3020 晶片最高支援到 aptX， IP X6 防水系数，单次6小时的续航，支援无线充电，最后就是非常有感提升的声音表现。关键的售价来了，数库的大家绝对没有猜到，原本以为它会是要2000到3000的价位，现在居然只要1790元。那接下来七夕情人节快到了，各位男性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以上就是我们对 Palm Scroll Plus 的影片介绍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还有 Facebook、IG 以及科技网站，还有 Telegram 跟虾皮卖场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